哎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们猜潘老师在干嘛呢？潘老师在跳舞，对不对？错，潘老师在刷地清看。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？因为电脑教室施工完以后，这个施工的单位那地上的这个水泥没有清干净啊，卡在地上啊，一巴一巴的，很恶心啊！你们到时候拖鞋子进来，哇，不就是黑掉了吗？刮伤了吗？所以潘老师就用了两个菜刮布在刷，但是太累了，这个一边刷一边跳，你才会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潘老师年纪大了，这样刷实在太累了，不行，我要找两个徒弟来做我的接班人。就你们两个过来，来，一人一个。刚才潘老师的舞步会吗？啊，孩子，摇会，来，就交给你们俩了哈。潘老师去忙别的啊，加油。哎，还好吧，不会太勉强吧？好，交给你们了。潘老师先走了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拜拜。